香港癌症基金会鼓励每一位受癌症影响的朋友要学会感恩和爱惜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心，保持正向观念，对你看事物有积极的作用。不妨参考下以下一些 tips， 改善生活质素和减轻压力。为自己定界线，这个是你的抗癌历程，你可以决定和哪个倾诉和分享多少自己的病情。如果觉得不开心，尽量讲出来，甚至大声地喊，释放情绪。好好地喊一场，你会感觉好好多。任何人都有机会患上癌症，你间中觉得自怜亦是正常反应，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可以好坚强。开一本感恩日记簿，写下近日令你感恩的事，可以是感激家人和朋友的关怀，感受到温暖的阳光，或者听到雀仔唱歌等等。列一张清单，记得有什么人曾经向你伸出援手，可以尝试用十分钟的时间写信给你的朋友，表达你对他们的重视，以及他们在你生命中有多么重要。让爱惜你的人围绕在你身边，赞赏你为自己所做过的一切，正向观念可以改变生命。请为自己在康复路上会行前一步而喝彩，不要勉强自己，学会乐在其中，享受过程。或者你会觉得精神和体力比以前差，需要更多的休息。最重要是努力保持乐观正面，记住人生所有美好的事，好像拥抱、微笑、朋友和亲吻，都是不费分毫。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积极面对抗癌路非常重要。香港癌症基金会提供你一切所需的支援和关怀。你亦可以参加我们的免费癌症支援活动，获取更多资讯。本会提供免费专业癌症支援服务，如有需要，请致电36560800同我们联络。